竞演开始。哥呀，问你两个事儿，在一个哭得这么伤心的人面前，你们俩笑成这样，丧良心不？我这么大个，一礼拜让媳妇撵出来八回。怎么做到的？至少有一天是被撵出来两回呗。哎，没事啊，多跟你哥我学学好吗？甭管遇见什么事儿，哈哈一笑，全都过去了啊。该说不说，老弟感谢你们，真的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给我一个温暖的港湾。有你们这样的邻居，太谢谢了。哎，当初买一个小区后悔吗？不后悔。行了，别笑了。不笑了，不笑了，我这不逗你玩的吗？啊，我都忘了，我楼下还有个快递呢，你在这坐着啊。这么大个，188回。谁逗谁呀、啊？这是，你给我评评理哈、啊。你说我媳妇能这样吗？穿成这样就给我撵出来了，你说这要是让邻居们看见，我多尴尬呀。谁啊？邻居尴尬。尴尬啥？在你哥家你尴尬啥呀？开门去。你站住。是我在我哥家，我不害怕。嫂子，这不来外人了吗？容易误会啊。误会啥？我啊，穿这样人嘴两张皮，人言可畏呀、啊！我躲起来。哎呦，至于的吗？你就听我的吧，嫂子。多一事咱不如少一事。哎呀，让他这么一躲，真跟做了亏心事似的，好紧张。你好，我是刚搬来的邻居。你好。搞定。欧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没走。啊，没欧。妹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我是刚搬过来的，刚才下楼取快递的时候吧，钥匙落屋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家待会儿，这外面这天啊太冷了。哎呦，快进来进来进来。 谢谢啊。这冻坏了吧？这个还行。哎呦，妹子，老公没在家呀？啊，出去了。妹子，你这人也太好了，我刚才呀敲了好几家的门，就是没人给我开呀。你是第一家呀。对了，我这有两盒面膜，我给你一盒。哎呦，这太贵重了，不能要。哎呀，不行，妹子，你拿着啊，咱以后就是邻居了，你甭跟我客气。行，那我也不能白拿你的。我昨天买了两个眼霜，特别好用，我给你一个。哎，我天哪，这妹子这人，等着我。哎呦，这女人一了解化妆品，好像把我忘了。哎。我该说不说啊，看看人家家这妆品是真不错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窗帘也好看呐。我明天呀我也弄一个去。哎，你说人家家这是个什么格局呢？来了，就这个。哎，你看就是这个，特别好用。我这皱纹啊细纹啊全都不见了。还真是哈、啊、妹子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别客气。哎，妹子，我得问你个事儿啊，就你们家这个是什么格局啊？我看着怎么这么敞亮呢？南北通透。南北通透好啊，我就觉得吧，南北通透的这个采光肯定好。你看这阳光，哎呀，
呀，阴天了。我刚才拉开了，近点也应该拉开。这窗帘都拉开还有点刺眼睛，那个还是拉上吧。妹子，你们家这也见不得光啊。是蛋吗？就见不得光。这大活人没看见呢。哎呀，我就说你根本不用藏。是不用藏，你俩这事儿也藏不住。妹子，你刚才说你老公不在家。我对呀，他不是我老公啊。这不是我媳妇儿，明白不？明白啊，完全明白呀。那就行。我给你俩那个面膜呢。这样吧啊，我把面膜拿走了。就你们这种脸都不要的人，还用啥面膜啊？你干啥？干啥呀？非得要是不是？那给你都给你。还有这眼霜啊，我也不要你这种人的东西了。我眼睛瞎行不？我用不上它。我出去之后啊，我就当我失忆了，行吗？干啥？干啥呀？大姐呀，我得跟你解释一下。哎呦，你还上手是不是？不是啊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妈呀！你干啥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干啥？你给我离我远点！哎呦我天哪！你站那！干哈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。不是妹子，哎呦我天妈呀！你吓死我了，妹子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们，哎，大姐，误会。对。啥误会呀，妹子？哎呀，我必须得给你解释解释了，大姐。你别跟我解释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俩解释解释啊，就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姐原来是学物理的，就是三角形，从这个力学的角度上来讲，它是稳固的，但是它不适用于感情。啥意思？哎呀，啥意思？这样啊，你俩呢回去学学物理，可能有帮助。我先走了，我天，媳妇儿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一个角回来了。啥另一个角啊？那是我老公。哎呀妈呀，还挺高兴，想的也太开了。老公，媳妇啊，刚才谁呀？哎呀，给我撞懵了都啊！哎呀妈，多希望他能一直这么懵下去。哎呀，都在呢，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没事啊，别出去，外边风老大了，差点把我新买的帽子给我刮飞了。你放心吧啊，就你这个帽子多大的风都刮不没。对，是。哎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们新搬来的邻居。哦，邻居啊。对啊，邻居好啊，没事常来家坐坐啊。哎呦妈呀，哥，现在不是我常不常来坐的问题，是你得常回家看看。这我也不怎么出门啊。哎呦我天，不出门那他俩上哪待着去？他俩啥意思啊？哎呀大哥，你听我说吧啊，这个他呢是误会了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刚才你不下楼了吗？对呀、啊、完他就上来了、嗯、我心想他要是看见我，他不知道我穿成这样是我媳妇儿撵出来的呀。一礼拜八回这么大个。哎呀，错了啊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就藏起来了、啊、完他真就误会了，误会我跟嫂子了、这是我媳妇，这是我兄弟，我大哥，我嫂子、哎呀说乱了、我说大姐呀，是这么回事、她之所以穿成这样在我们家，那是让媳妇给撵出来了、就打上一辈开始呀，我们就是特别好的邻居，所以这两家到现在也保持着这样的关系。再说了，这邻居之间串个门，互相帮助一下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对呀、邻居串门怎么了？不是邻居应该串门啊，不你要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这没让我说呀。对的，我跟你说，你问懂吗？物理啊，专业啊，我们研究那个三角啊，懂懵了。是大姐想多了，妹子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呀，邻居之间那就应该互相帮助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我也是刚搬过来的邻居，我决定请你们三个去我们家了个底儿。你带钥匙了吗？呀，上饭店，行。